夜光藻它这个很特殊，它风平浪静的时候它不会发光，但是受惊吓、受刺激的时候，它本身呢自身有一个夜光源，就是会产生一种光，跟我们那个荧光差不多。受刺激的时候，它就发出一种夜光。 福建省啊，因为是赤潮高化区，又是海上养殖重点的沿海省份之一，所以我们对赤潮防范是非常紧密的。而且到每年在4到6月份赤潮高化期间，我们从原来的赤潮监测预案每个月两次，在这高化期间，我们加密监测变成每周两次。